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32年最后一行，从当中看起。是乃以明心明自本性，见自本性，方明慧也。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这一句话了，意思很深很广，对于我们无论是修行或者是世俗不是修行人都非常重要啊，用经上讲得清清楚楚，虽然说的是初世间法，世法也不例外。世出世间法，要真正能够满我们的心愿啊，这是总的来说，都要靠智慧。没有智慧，我们的愿总不会圆满。纵然有成就，里面的副作用非常之大。表面上成就了，成功了，如果往后一看，确实有不少留下来后患无穷，那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有真实智慧啊。所以你说真实智慧多重要，事出事情，无论事业大小，凡是事业有成就，那是他的命啊。啊，命是过去生中修集的，他有这个命，所以他会有成就。成就有多大？成就有多久？什么时候会衰？什么时候会败？什么时候会灭亡？都有一个定数啊。啊，世间法里头没有常住不灭的，啊，罗马一千年也在亡国啊，啊，在中国朝代最长久的是周朝，800多年了，啊，他还是亡了，啊，867年，
如果有真实慧呢，后面衰灭亡就不会发生啊，这在我们历史上找不到，在佛法里面我们看到诸佛如来的报土，就是十报庄严土，有心有望，没有衰，没有灭，没有亡。为什么？因为他有真实慧。真实智慧圆满了他的宏誓大愿，圆满的成就，什么样才叫真实智慧？世间没有真实智慧，世间只有知识。真实智慧，你看这一句就是设了一个标准。这是真实智慧。明自本性，见自本性。八个字，这叫真实智慧啊。这是宗门里面讲那个明心见性啊，你看这四个字的头尾，明心见性，这是真实智慧。我们的心，一切众生的心，本来就是光明的，本来就是清净的，清净光明，并没有失去，只是当下迷了而已。心性没有丝毫改变，佛看见了，化身菩萨看见了，所以赞叹你本来是佛。你跟诸佛如来同样的具足空寂心、妙缘心、无恙、无碍、无住、无则无外无内，平等慈悲菩提心。我们这个经题后半段所讲的清净心、
平等心、大觉心。直视迷而不觉，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对六道众生非常感叹的，说了一句话：“可怜明者呀！”他不是没有啊，有啊，没有丢掉啊。只是一念不觉，这不就去迷了？不认识自己的心性。可是自己心性依然起作用，觉有觉的作用，迷有迷的作用，全是自心起用。觉了的起用啊，清净光明现出来的是极乐世界。迷了起作用啊，那就看迷的有前身不同，有染净不同，有善恶不同，这就造成了十法界一真庄严。觉了的受用是华藏世界，是极乐世界。密宗讲的密严世界，名词不一样，其实一桩事。自信真是受用啊！迷了也如是，你迷的浅深不一样，迷的大小不一样，迷的真妄不一样。迷的净慧不一样，迷的善恶不一样，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看起来很复杂。出生无尽呐！其实再怎么复杂，源头是一个。像一棵大树，非常丰茂，无数的枝条，一点都不乱。条依附枝，枝依附干，干依附本，本依附根，一点都不乱。这是什么？这是心得。心得在觉的时候不乱，在迷的时候还是不乱，妙啊！真不可思议啊！你把迷理顺了，他就觉悟了。你不理会他了，那就是一个乱象。理会它，它就变成很有秩序。相处回归本觉的这个方向走啊，那就好了。佛教导我们让我们回头
回头就是远离烦恼习气啊。啊，烦恼习气尽了，本心本性就现前了。啊，就真实智慧就现前了。啊，智慧。作为你的导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都能够顺从，这个就是佛菩萨。这个顺从是自然的，没有丝毫勉强，也没有起心动念。啊，自信就是觉，自信就是智慧。啊，本心就是觉，本心就是智慧。啊，妄心没智慧啊，妄心智慧变成烦恼。所以大乘教常说，烦恼即菩提。这个话我们能懂吗？烦恼跟菩提是一体的两面。智慧用它，它就是菩提。痴迷用它，它就是烦恼，它是一不是二啊！啊，正是还原观上所说的“出生无尽”啊，智慧用它，它出生无尽的清净庄严。痴迷用它，它就变成无量无边的烦恼。就这么个道理。修行没有别的，叫你持戒，叫你修定，教给你八万四千法门，不会用的把它用错了，依旧是世间法。为什么痴迷不破啊？痴迷是愚痴啊，愚痴心里面长什么？长贪嗔，慢疑，长这个。所以八万四千法门他还是开不了悟。因为他没有智慧，他没有把贪嗔痴慢疑放下啊，所以他不能成就。法藏比丘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成就，
念老在此地说的说得非常好啊。他所凭借的是什么？住真实慧，勇猛精进。这句话，他心里都是真实智慧啊。以真实智慧勇猛精进，他成就了。那么我们今天不肯放下烦恼习气，真实智慧有不能精进，放下什么呢？放下执着，放下偏见，就是见惑啊！头一个要放下身见，这是最困难的。头一关是最难破。这还不是放下我，放下我你就成佛了。放下身指的身不是我。不要执着身是我。接着呢，放下对立，身见、边界，边界就是对立。为什么？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没有对立的。我们看到好像对立，实际是一体。像我们看一棵树，你从树叶上去看，好像每个树叶都是对立的。这个树叶不是那个，那个树叶不是。你看枝，这个枝跟那个枝不是是对立的。你看干，这个干跟那个干是对立的。你再慢慢往下看，看到根，看到本，原来是一体，没有对立。我们一个人也是如此啊。你要不看到整个这个人生，你看到眼跟耳对立的，耳跟鼻是对立的，头跟手足是对立的。右手跟左手对立的，都对立的。你看到全身，原来是一个人。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看到了，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清自性清净圆明体，那是根。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心是能生能现，法是所生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能所不二，性相一如。它是一体，你为什么要对立呢？所以对立是绝对的错误，对立是一切冲突的根源。
错了。没有对立就没有冲突啊。宇宙是和谐的，生命是和谐的，大自然是和谐的，我们人迷了，迷得很重，甚至比畜生还厉害。啊，我们细心观察植物，孔子在《易系辞传》里面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看这个树木、树林。啊，如果这一片是杉树，哎，它没有杂的，它全是杉树，这物以类聚。啊，这是实现什么和谐？啊，这个族群，你看一片森林跟那边森林它不一样，所以不一样，他们互相没有斗争呢。互相没有侵犯，和睦相处。啊，你看这个花草树木。啊，在小范围就像一个家一样。和睦。啊，大的范围你看一群一群的。就好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他也和睦啊。体现出一个和字，和为贵也。啊，一切众生之类，迷得最严重的是有情众生，六道里头有情众生迷得最严重啊，人是六道里头迷得最重的啊，但是他也最容易觉悟啊，他立住处，燃尽的临界点，善恶的临界点，迷雾的临界点，哎，所以他很容易迷，他也容易就悟。啊，人之可贵在此地。佛法知道一切法有因有缘有果啊，但是关键呢还是在缘，所以佛家常讲缘生，他不讲因生。缘，中国古人常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环境对你决定有影响。啊，孟子的母亲教他的小孩是孟子。啊，我们知道历史上记载的孟母三迁，为小孩搬家搬了三次。啊，为什么？邻居啊，小孩跟小孩玩，他就受了凉。啊，
第一次居住是在农村，啊，农村小孩学什么？学埋葬死人。啊，孟子母亲看的这个不是一个小孩。第二次搬家的时候，搬到个靠近一个市场。啊，正好这市场里面是个屠宰的，啊，卖肉的。好，孔子学会了，天天在杀畜生，在做买卖。啊，孟母觉得这个也不行。第三次搬到私塾旁边，然后小孩都在念圣贤书，孟子也学会读书，啊，学会了礼敬了，这地方好。啊，这就说明父母对子女的爱护啊，要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啊，孟子没有辜负他的母亲，真的成为圣人。啊，孔子、孟子的母亲都是典型的人物啊。做母亲最伟大的任务，就是把自己的子女教成圣贤。在出世间法里面，就教他成佛、成菩萨。母亲的伟大，伟大在此地，不是别的。啊，那么经典上我们前面念过的，广普之源，自知其心，这一句重要啊！自己要克服自己，克己是世出世间圣人所讲的真舍功夫。啊，在佛法讲，时时刻刻要知道控制自己的烦恼习气，顺境善缘，克制自己的贪欲，啊，逆境善缘，克制自己的嗔恚、怨恨，啊，要能克服住，永远保持平和，这个与道就接近了。啊，道就是心德，啊，就是明心见性的，智慧就生起来了。于真群谋，啊，这一句话是教化众生的，
度化众生呢，先要度自己，先要成就自己。住真实慧，什么是真实？真实者，大乘一章二语，法觉情妄为真实。念老用很简单的话来解释，故即力旺之本真，亦即自心清净心。法是一切法，这个里头没分别啊，这个法字没分别，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总代号称之法，绝是没有，根本就没有情，没有妄，所以它是真实的。情妄从哪里来的？情妄从人来的。人有情，人有妄，所以法失掉了真实，是不是真实掉了？没有。如果真的失掉了，佛菩萨看这个法，纯真无妄啊，法性身，法性土啊，他在诸法里头见性啊，在诸法里头明心啊，这个我们在禅宗语录里面看得太多。所以你离开了情妄，你就看到了真的法，诸法实相，你就看到了。你带着情妄，你就见不到一切法的真相。你看到一切法的是幻象。譬如我们戴了个有色的眼镜，看到一切法全戴着颜色，我戴的是绿眼镜，看的全是绿，我戴的是红的，全看是红的，这个眼镜就是情，这个眼镜就是妄。眼镜拿掉之后，才看到本来面目。那我们今天戴的是什么眼镜？七情五欲。贪嗔痴慢疑，带着这么多东西所以把这宇宙之间一切万象全都看错了智慧没有了
啊，这些严禁通通拿掉。你用真眼见外面的真法，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不放下，永远见不到真实，自己欺骗了自己。妄不是别人给我们的，自己迷了，自己制造的虚妄的见解。错误的思想，自作自受啊！所以我们今天修行最重要的是离妄啊。经上讲的是总纲领、总原则，这种分别妄想，执着里头又分很多类呀。最严重的情执，情是什么？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啊，欲又分五类：财色名食睡。大乘里面讲啊，七情五欲啊。能不能享受？难。菩萨也享受，佛也享受，啊，凡夫当然能享受。凡身不一样，是用心的，用心不相同啊。凡夫有染着，就是他享受啊，里面有妄想分别之处。佛菩萨享受，心上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他的享受是清净的。凡夫的享受是染污的，为什么？他带着有贪嗔痴，有情爱，有怨恨，有欲知。佛菩萨没有啊，佛菩萨对一切法清净平等，自他不二啊！啊，佛菩萨认知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这不一样啊，一体是真的，对立是假的，对立是错误的。啊，所以时时刻刻要能够警惕自己离妄。啊，离妄
就是利妄念。如果这个外面境界对我诱惑很严重，我没有办法抵抗它，那就立相，我离开这个境界啊，不受这个境界干扰。一般在初学要这样做法啊，真有功夫的人不离，他是心离身不离啊，事上离啊，这个事上不离，理上离，相上不离，性上离，这叫真理啊，那就是华严境界，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不着相嘛啊，如果着相就得要离啊，要练，练到了即相离相啊，就在相里头不执着，这功夫成就了，这就没障碍了要会修啊，要懂得修啊，啊，最讨厌的人，最怨恨的人，在他身上修什么？修立嗔恨心。立怨恨的心。修运亲平等，一般这都是最初入门的时候要修的最亲爱的人，对你是个麻烦的，你这种亲爱要不能放下，你轮回就不能放下。你说多可怕？怨恨不能放下，来生来世的报复就放不下。六道是什么？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没有别的，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佛在经上说，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苦不堪言呐、啊。所以佛教我们看破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了，这还愿意干下去吗？啊，真觉悟了，放下。这一放下了，清净心就现前。清净心起作用是智慧。啊，你那种恩怨的心，那是情执。那种心起作用是烦恼。烦恼是就是七情五欲，它生这个东西啊，生七情五欲，生生世世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这个事情不能干了
我们要求生西方净土，恩爱要放下，怨恨要放下，这两个是最严重的。没有怨恨，没有恩爱，清净心就现前。要知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因，心净则国土净。临命终时，一念生念念佛往生的，他那一念的心是清净心，他生念的心是清净心。如果这个里面还有亲情，还有怨恨，千念万念都不能往生。他一念凭什么往生？他一念清净啊，与西方极乐世界相应，那是净土啊！啊，清净心往生清净土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这个道理佛在经上常说啊。我们把这个疏忽了，将来不能往生。你要说是佛经不灵，那你造的罪业就重了。啊，你会堕阿鼻地狱。佛没这么说，你自己把佛的话听错了，会错意了。啊，那是怪你自己没智慧。大乘止观曰：此心即自心清净心，又名真如。一名佛性，一名法身，一名如来藏，一名法界，一名法性。为什么一桩事情说这么多名字？这里头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叫你不要执着名相，名相不是真的。你要体会呀，名相里面的意趣，这个重要。不要执着名相，这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恒顺众生。确实有一些偏执的这一些众生，啊，你说自心清净心，他很欢喜。你说个如来藏，他就迷惑了。什么叫如来藏？什么叫法界？什么叫法性？越说越糊涂。啊，所以佛一桩事情说很多名词，哪一个你喜欢哪个名词，你就用哪个名词，一样的，一桩事情，这叫善巧方便。佛为了帮助一切众生明心见性，不是用一个方法。用多少方法？84000方法法门啊！啊，所以《般若经》上讲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任何一个法门，都是帮助你回归自信的，帮助你明心见性的。大夫看病，药
有84000呐。要是平等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对症，病就治好了。对症是什么？契机吗？众生根基不一样啊，所以佛施舍的法门就不相同啊。哪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都能帮助你圆成佛道，也都能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这个经上就有啊，念阿弥陀佛修净土的三辈往生的啊，三辈往生上中下三辈，三辈之外还有一个过去慈州老法师啊判的一心三辈，那一段讲的是不是修净宗的，修其他宗派的啊，也就是修另外是84000法门的，能不能往生？能，他修成了，把功德回向啊，最后临命终时，我想到极乐世界，我把我修学的功德回向给极乐世界，全都能往生。阿弥陀佛的心量多大，那不是说你不修我这个法门我就不收你，没这个道理啊。啊，条件是什么呢？只要你修到清净心，只要你能够放下一切一心念佛，他就能往生，无论修什么法门。啊，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往生？难。念地藏菩萨能不能往生？难。无论你修哪个法门，你真修到了一心不乱啊，烦恼习气都放下了，心地清净了，与极乐世界就相应了啊，只要你想去，佛都来接引你。所以这个心利妄之本的啊，妄不离真不显，妄离开了真就显了，真心就是清净心，真心就是自信的啊，也叫真如啊，真就是不假，不是虚妄啊，如呢，真所现的一切法，法跟性是一，不是二。法如性，性如法，这叫真如。中国过去古大德用黄金跟金器做比喻啊，金是真，金器呢是如啊，把黄金比喻作真性，它能现能生，用黄金做个手镯，用黄金做个项链，用黄金做个茶杯，用黄金做个饭碗，茶杯饭碗镯子项链不一样啊，全是黄金
黄金就表示真，那都叫做如，它就是金啊。啊，气如其如金，金如气如气一样的。啊，所有一切法相都是自性变的，哪一法不是真如自性？啊，真如自性在哪里？我这个比划有没有错？没错啊！啊，这就是他的题，就是自性清净圆明题啊！你都要懂啊！啊，心在哪里啊？这行不行？行啊，都是的。全都是随念一法，无有一法不是，你就开悟了。悟的什么呢？变法界、虚空界一体。叫你从这里开悟。悟了之后，你对于变法界、虚空界就用一个清净心对待了。为什么呢？你不分别了，不执着了，不起心，不动念，这人不就成佛了吗？啊，你要还分你我他，我不是你，你不是我，我不是他，那就又迷了。啊，人真正悟到一体，信得就全都显露出来了。啊，心得是什么呢？在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自然出来的，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不要学的。啊，在佛法里面呢，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弥陀四十八愿，自然是这样的，哪里是学的呢？唐朝时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没学过。啊，他只懂得上山砍柴。啊，卖了柴，买一点菜米回家去供养老母亲。没念过书，什么也不懂。这一开悟之后，样样都通，全都通了，没有一样他不通。为什么？信得法而入实。啊，他放下了。很厉害。他能够把烦恼、妄想、分别、执着一起放下。啊，这个在大乘法叫顿舍。啊，不是一样一样的舍，全舍了。舍得那么干净。所以顿悟。顿舍就顿悟。顿悟就顿证。啊，没有经过菩萨的阶级。啊，一下就成佛。啊，这最明显的例子，能大师一个，释迦牟尼佛是的，顿时顿悟顿证。
啊，能大师所教的学生有顿悟，永嘉禅师那是顿悟，建六祖几句话当中他就开悟，转身就走了。慧能大师讲：“别着急嘛，住一晚嘛，就住一晚。”所以他是这个开悟同学当中有名的，一宿就他在住了一晚上。啊，你不放下不行。你看开悟就那么快，啊，我们为什么这么难？我们的执着太坚固了，就是不肯放下，死都不肯放下。好，轮回来世吧，来世还不肯放下，好，后世吧，啊，在轮回界里头无量劫，我们在轮回已经干了无量劫了。唐朝时候的人也还有一些现在还在人间，啊，六道里头又到人道来了，啊，在畜生道有，在恶鬼地狱也都有，也有在天上的。啊，我们这个同时代的人，啊，同时来到这个世界，走的时候去向不一样，各有各的去处。啊，有人到极乐世界去了，有人到天堂去了，啊，天有28层天，啊，有人又回到人间来了，有人变畜生，变恶鬼，变地狱了，不一样啊，变来变去，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凡是不能出去的。这佛经上肯定地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你在恶道的时间长，你在善道的时间短，肯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你过去生中有没有做过天王？有，肯定有。啊，有没有做过人间的过往？啊，鬼神里面的龙王、阎罗王、罗刹王、修罗王，他全做过啊。啊，有没有堕落过恶鬼出生？啊，地狱通通都有。啊，你真正觉悟之后，你才晓得，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有缘众生无法计算啊。啊，互相有恩、有怨、有债务、有纠纷的，太多太多了。啊，你才晓得自己业障重。啊，知道了，不怀疑了，完全明白了，这些事怎么处理？
我们今天无比殊胜难得，遇到这个法门，诸佛如来普度众生的第一经，我们遇到了第一法门，持名念佛，依照这部经老实念佛，把这个功德回向给续世今生一切有缘众生。我们一起同心同愿，同德同心啊，大家通通往生极乐世界。将来我们有缘吗？我们还得集合起来啊，依旧在一起，我发这个愿呢。像释迦佛一样，我们在无量苦难众生世界里面应化，普度接引大众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把极乐世界看作是我们自己的中心点呢，啊，阿弥陀佛在主持，我们到十方世界去接引众生，就像释迦佛一样。善导大师给我们说了一句话，前面念过：诸佛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这句话得了啊，意思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示现在世间，八相成道，修行成道啊，度众生。用什么方法？无一不是用净宗持名念佛的方法。最后成就的，最后真正成佛的，全是这个法门。啊，善根没成熟，对这个法门不相信，那学其他的。啊，八万四千法门随便去挑，学其他的。学到最后真正开悟了，觉悟了，明白了，统统回归到这一门，都在这一门上成就。你要不相信，你读华严经看啊，华严经上写菩萨不是修净土，修种种法门最后成就都到华藏世界啊，往生在华藏世界，到华藏世界文殊普贤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不就讲清楚了吗？到华藏之后还到极乐世界去拜阿弥陀佛啊，听阿弥陀佛教诲，善导那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现象啊。同归极乐啊。啊，所以我们对任何宗教都顶礼都恭敬。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就跟华藏世界一样，
无论哪个宗派，无论哪个宗教，最后都回归常寂光净土，都会通过极乐世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是一个自性生的。心外无法，法外无心，真的是一体。啊，明白这个道理，无入我的人，回报我的人，陷害我的人，甚至杀害我的人，我对他都恭敬都顶礼。啊，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体，他不知道，我知道啊。他要是知道了，就像我对他一样的爱护啊。没有丝毫怨恨呐！啊，我知道啊，你跟我是亲兄弟。你今天不知道了，忘掉了，你加害于我，啊，我欢欢喜喜承受，没有丝毫怨恨心。啊，到你明白了啊，恍然大悟，啊，那个时候你忏悔啊，我对不起你。我糊涂迷惑，一笑了之啊！啊，真正觉悟了，你说加给你的羞辱回谤成，是不是假的？哪有这些事情啊？你清净心已经不会受外面影响了。不会受这些东西这个染污了啊，杀害你都染污不了啊。世尊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修忍辱波罗蜜啊，遇到割利王，割利是梵语，翻成中国就是残酷无道，那暴君呢？啊，把人肉仙王仙人凌迟处死，人肉仙王没罪呀、啊。啊，仙人被凌迟处死，他问仙人：“你恨不恨我？”仙人说：“我不恨。”啊，我将来成佛，头一个度你。这是菩萨了，这是佛的本来面目啊！啊，我比喻说。人跟我是亲兄弟，还隔一层呢。佛给你直截了当说的，我们是一体。啊，一体，譬如说，你看，在不小心的时候，我们自己一生都有好多次啊，不小心，牙齿咬到舌头了，把舌头咬得出血了，舌头要不要跟牙齿算账？要不要跟他打一架？啊，他为什么不报复？一体嘛。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我什么关系？一体的关系。啊，肯定是。互相敬爱，
不要求别人，要求自己。对自己的敬爱，对自己的关怀，对自己的照顾，诸佛如来看待一切众生是一体，化身菩萨也如是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永远还有个心跟外面境界对立，你永远不能成就。不但佛教，不同宗派，不同法门，无论是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全是一体。那不是佛教，其他宗教也是一体。我们六根能接触得到的全是一体，怎么能不尊敬呢？一体啊，怎么能伤害？所以你记住，这经上都说的，损人就是损己，爱人就是爱己，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法门无量无边的，要学我们今天的学院处处明白这个道理明白了就干对于不同的宗教认真的礼敬学习，我们从1999年住在新加坡，把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了，不同宗教互相往来，像兄弟姐妹一样，不再有宗教之间的冲突了。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互相学习去年我们的学院正式开古兰经的课程，我们要认真的学为什么？体现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我们学圣经，这一部圣经是3个宗教奉献犹太教他们奉行旧约，基督教他奉行的是新约，天主教他新旧约他都学
这三个宗教也不简单。不仅他三个宗教是一家人，他跟我们还是一家人，跟所有宗教都是一家人，跟不信宗教的也是一家人啊。啊，不但跟人是一家人，跟一切畜生是一家人啊，跟恶鬼地狱也是一家人啊。啊，所以我们现在晓得，恶鬼地狱畜生，那是消业障的处所。那是帮你消业障的，你造了些业，你没办法消啊。那些地方是替你消业障，去消业障啊。那么许多天堂、28层天，那是叫你消福报的。你看，你修的福，你福报总得要消啊，你不消不行啊。那是叫你消福报的啊。三恶道是消业障的。统统消掉了，你就成佛了。啊，你要不消掉，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祸福全要消掉，恢复自性清净心，这就对了。啊，所以。三恶道、三善道都是好地方啊！诸佛菩萨常去啊！啊，去干什么？关怀你，去照顾你，啊，去慰问你，啊，当你消除了，再跟你讲佛。再帮助你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啊，所以大乘教里头，佛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懂得三轮体空的道理。造物不执着我相，修善不执着善相，无论是染净善恶，都保持心地清净平等觉，这就是诸佛菩萨示现在十法界，他真正做到了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就像善财童子53禅一样啊。那53个善知识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个个都是法身大士。都是如来啊，都是等觉菩萨，不是普通人呐。啊，为我们所实现的清净染污、善法恶法，通通有实现出来，这叫什么？这叫事事无碍。啊，理事无碍，没有一样不是菩萨道啊，没有一样不是一乘法了。
六道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不是二。五十三参是华严境界，是极乐境界。同时也是设法界一真庄严的境界，关键就是觉根密啊。觉了，无有一法不觉，无有一法不净，无有一法不善，啊，迷了一切迷。迷雾只在一念，所以今不能不读，今不能不学。读明白了，要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没有白读啊。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行佛道。行菩萨道啊，不能应用的日常生活，你依旧还是迷在六道。啊，不是三善道就是三恶道。啊，下面说佛性。啊，佛性是觉性，佛是觉的意思。迷得深的人，觉性透不出来。啊，迷得浅的人，也就是说，对于七情五欲淡薄的人，容易觉悟。啊，对于自我、自私自利、名闻利养看得太重的人，不容易觉悟。啊，业障，浅深从这个地方看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能放下的人有智慧，很难放下的人就比较愚痴，那叫业障重啊，就是贪嗔痴严重。法身，法是一切法，法是万法，万法就是神。统名为神，谁的法身呢？自己的法身，因为从自性生的，啊，这桩事情很不好懂。这一切众生是我生的吗？我为什么会生一切众生？花草树木是我生的吗？山河大地是我生的吗？这虚空也是我生的吗？是的，一点都没错。你要不相信我，你做过梦没有？有没有做梦的经验？你在梦中有没有很多人？有没有树木花草？有没有山河大地？有没有虚空？有啊，那不是你生的，谁生的啊？啊，现在的科学家告诉我们，梦中叫下意识。
醒过来之后，哎呀，我做了一场梦，哎呀，梦里清清楚楚，全是自己心变现的。意识能在梦中发现，你就晓得自信在意念迷的时候也发现。他说：“做梦啊！”我们今天在梦中没醒过来，梦里都还在做梦。啊，六道是梦中之梦。六道这个梦醒过来了，六道没有了。啊，永嘉大师正道高山讲，梦里明明有六趣，就六道是在梦中，觉后空空无大千。啊，一觉悟的六道没有了。觉悟是什么法界呢？四圣法界。出现了，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出现这个法界，这个法界还是梦，可见这六道是梦中之梦啊！声闻缘觉菩萨梦醒了，那是什么法界？一真法界出来了，那不是梦。那是真的啊！那什么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啊，真的梦醒了。啊，梦是怎么发生的？执着、分别、妄想。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决定不会做梦，你不可能做梦。所以我们晚上会做梦，还是分别执着才做出来啊，就是我们的心啊，分别执着心啊，还在活动啊，它没有休息啊。休息是我们的身休息了，啊，梦很多的人，他并没有休息，啊，梦少的人精神一定很好，梦多的人精神就差一点，为什么？没有得到充分休息。充分休息没有梦啊！啊，我们中国古书常说“智人无梦”，也就是讲“圣人无梦”。我们就知道了，佛菩萨不做梦，啊，应该说阿罗汉以上的就不会再做梦。阿罗汉是正觉，啊，如来藏。藏是含藏的意思，这是妄心啊！如来藏从哪里来的呢？一念迷，它出现了，真心迷了啊！真心是如来，如来藏在这里面。
迷悟是一体啊。觉迷不二啊，它是一体啊，可是它起的作用不一样的啊，体是相同。从体上讲，觉迷不二；从用上讲呢，觉迷作用完全不一样，相也不一样啊，觉悟的相。是一真法界，是十宝庄严土，啊，迷了的相呢，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十法界不一样，那是迷的轻重不相同，十法界越往上去。迷的成分越轻，越往下面呢，迷的成分越重。啊，阿鼻地狱那是纯迷呀！十宝图里面，化身菩萨是纯觉，他不迷。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我们明白了，我们这一生的方向目标就正确了。啊，我们的道场在外面名气很好听，实际上是什么？一团散沙。没组织啊！啊，需不需要组织呢？不需要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没组织，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组织，没组织为什么会有秩序？自动自发，他全都觉悟了。人不要人管了，个个人都能够自知其心，自知其行，其心动念、言语造作，自己能管自己。诸佛道场是用这个。啊，你要不相信，你看连世间人啊，胡晓林居士，你们很多人都认识，他在北京，他搞企业经营一个公司，从前用法令规章来管公司，不胜其烦。啊，遇到我之后，我就告诉他，你去试验试验。啊，用一年的时间做试验，看有没有效果。用儒释道的三个根来发起。让你所有员工，从老板到员工，都能够自治其心，自治其心，不需要管理。他真干了，有胆量啊！啊，先自己做，然后一家做，最后整个公司做，把所有典章制度以前的全部不要了。啊，用什么东西把公司管得那么好呢？
一部《弟子规》，里面讲的113条原则，人人都懂，人人都遵守，没事情干了。公司里头秩序是井井有条，一点都不乱，比以前定的那些制度还高明。每个人都自动自发，他能做到了，何况如来道场。中国这个道场古时候是有制度化的，那是什么？佛教到中国来，中国给他做了一次革命，把他制度化了。这个制度叫丛林制度。有法则的，就是有规矩的。唐朝时候建立，六祖以后第二代，也就是禅宗第八代，马祖道义这两位法师禅师，他们是六祖的徒孙。马祖建丛林应体，百丈立清规软体，所以分工合作，丛林就是大学，也就是世尊当年教学，一直到佛教传到中国，都是中国古代私塾的制度。孔子教学、孟子教学，中国世世代的私塾制度里面没有这些规矩，没这些章程，全是自动自发，老师做表率，学生跟着学。这个金律论就是一句，学了之后照做，而不是学了不做的。他用不着这些规矩所以到中国来，也是祖师的慈悲呀。马祖道一这些祖师大德们看到中国佛教衰了，衰到哪里了？肯学不能做，所学非所用，那这就不行。从前佛只教修行在个人，个人干个人，都能依教奉行，所以没事啊。那现在大家一块学是在一起学习，学了之后不干呢，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还是烦恼习气很重啊，那这就是要把它规范了，规范就是叫依众靠众，大家在一起学习，互相监督，你不能偷懒，你不能懈怠，起了很大作用。丛林的主席就是方丈主持，这些名字不一样，实际上一个意思，也就是校长，现在叫校长，你看他把他的行政分作三个部分，一个首座和尚，现在学校的教务长，
啊，首座管教学，啊，第二个为诺，为诺管训导，第三个建院，我们一般称当家师，管总务。你看现在大学里头也是这三个职司，啊，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丛林是大学，啊，里面他的单位总共是108单，啊，从最上面到最下面，108单，啊，这是百丈清规里头定的。有规矩啊，啊，很像一个学校啊，啊，这是佛陀在世，佛有那么大的德行啊，可以不需要搞这个东西啊，人人都能自动自发了，以后不行了，啊，以后这祖师大德那不能跟佛比啊，啊，学生也对祖师也不是真正恭敬。也不是心服口服，那就必须要定规矩。啊，早年我跟方老师学哲学，啊，方老师讲到佛经哲学，跟我谈过很多。中国佛教如果要再复兴，一定要走丛林制度。如果不把唐朝时代的丛林制度恢复，这佛教搞不起来。啊，这个话的用意，用现代话来说，佛教必须要恢复教育，要教学。啊，丛林是大学。啊，不能恢复到佛陀教育的话，佛教没有法子。再绵延下去，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啊，那现在我们要建一个佛教大学，啊，或者是一宗派，啊，每一个宗派建立一个大学，或者是全国建立一个大学，每一个宗派建立一个学院，也可以。啊，因为现在交通方便，啊，这个事情好像在80年代的时候，我第一次回国，在北京跟赵普老见面，我就跟他老人家谈起这桩事情，他听得非常欢喜，非常赞叹，啊，我向他老人家建议。全国所有的寺院庵堂，它都有历史性，都算是古迹，全部开放作为观光旅游。啊，佛法的道场重建，不要建宫殿那个方式，建学校，啊，建外国的大学城。找一块新的地皮新建，一个宗建一个，一个宗派建一个，啊，里面分两个部分，一个学院，一个学会。学会是修学的场所，是修行的场所；学院是研究教理的场所。啊，戒行并进。啊，一个宗派，一个学院。啊，想净土宗一个学院，全国学净土宗的都到这个地方来学。啊，你们在自己地方做小念佛堂可以，啊，但是都是从这儿学来的。啊，不是这个宗教大学，这各个学院
学出来的学生不能够讲经教学，也不能够主持大小道场，都不可以。这样就同意了，完全把他这个纳入制度了，制度化了，它会起很大作用。啊，观光旅游这一些寺院庵堂，啊，实施机会教育，人家观光的人来，给他介绍佛教，啊，佛教的一些理论。啊，佛教的一些经教，啊，宗派、学术，啊，介绍佛教的艺术，啊，音乐、美术、绘画、雕塑、建筑，这里头都有大学问在里面。啊，人家来观光花了钱，啊，花了学费呀，真学到了东西，啊，可以把佛教弘扬到全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